即係年紀都有翻咁上下啦，即係開始青春期噶啦，有啲血氣方剛，咁就開始留意下女仔咁樣。咁喺個校園裏面咧，有一日我留意到低我一班一個女仔，哇！靚得嚟唔俗，瘦得嚟有啲肥，即係我覺得好啊，好啱啱好喎嗰啲嘢。於是乎我就每日都喺同一個位斜斜地望落去下一層學妹嚟嘅，咁我每日伏喺同一個位啦，小息啊、lunch 啊都伏喺度啦。於是乎啲朋友就記仔，我幫你搞掂去認識佢。於是乎後來認識咗，最初食飯嘅時候咧，我哋一班十幾個人，即係好似作下膽咁啦，啲朋友你又楞一個，我又楞五個，咁樣坐埋一齊食飯，隔一個幾遠嘅距離望偷望，然之後我自己好緊張，但係慢慢慢慢由十幾個變咗八個，變咗四個，最後得翻我哋兩個啦。咁開始食飯食飯食飯，開始會去街，但係佢係一個比較安靜嘅人嚟嘅，唔係好敢講嘢，可能怕醜。於是乎，我當時嘅心好忐忑，因為係我第一次接觸異性，到底少女心事，我應該可以點樣去探索嘅？只一刻，心心一。